这里是蒙通社。世界青年攀冰锦标赛在法国落幕，蒙古国共有七名运动员参赛，其中名叫穆赫巴特尔的选手在20岁以下男子速攀类中夺得世界冠军，而名叫阿纳尔的选手在20岁以下女性攀冰类别中获得铜牌。佐日格巴特尔在18岁以下男子类别中同样获得铜牌。可喜可贺的是，蒙古国攀冰运动员就几天前在韩国举行的成年组中摘得世界杯冠军，为祖国争光。